大家好，欢迎来到曹军的摩登舞教学知识分享。今天我来分享一个方法，给大家帮助男士在跳华尔兹的时候，线条看起来更加的优美，更加的立体。现在我给大家演示双峰点地起来的时候的两种跳法。第一种跳法是没有倾斜的，第二种跳法是先倾斜向右，再倾斜向左。我给大家示范一下。1, 2, 3, 4, 5, 6。第一种跳法，没有倾斜的拉起来。第二种跳法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下一个动作，侧行锁步接右击剑步 4, 5, 6, 1, 2, 3, 1, 2, 3, 4, 5, 6。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式倾斜的跳法 4, 5, 6, 1, 2, 3, 1, 2, 3, 4, 5, 6。 最后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先不倾斜后倾斜的跳法 4, 5, 6, 1, 2, 3, 1, 2, 3, 4, 5, 6。 今天的分享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了解，给了大家几种倾斜的方式，是希望男士在跳舞的时候身体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希望大家多多练习。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给我留言，每天坚持练习50中最闪亮的就是你，我们下次再见。抖音